哎，麦克，你怎么了？没关系，有点不舒服。你嗓子疼吧？对，我嗓子疼得很，胃也很不舒服。我们快点去医院吧。请进。请坐。你哪不舒服？我嗓子疼，胃也疼，鼻子和耳朵也很不舒服。发烧吗？你试试表吧。来，接着。发烧了，你咳嗽吗？有点咳嗽。来，把手放这儿。好，你伤风了，吃点中药吧。医生，我从来没吃过中药。我生病常常吃中药，中药很好，你试试吧。中药好吃吗？中药和西药一样，都不好吃。哎，医生，伤风是什么病？伤风就是感冒。好吧，我试试吧。你要多喝水，多休息。你们去药房吧，药房在门的左边。